大家好，又有臭黑衣余一鸣啊！大家好啊！警察话想讲嘢喎，警察唔讲嘢，到警察真系好卵醒啊！做警察啊，唉，我一句说话一句说话咁套落人哋度，得人哋中，得人哋跟住嗰啲说话嚟做，佢套你说话先，跟住你跟住啲说话做，做警察真系好卵醒，即系啊！对香港警察啊，即系幻听啊，都买几本书嚟睇。我以前睇过，不过想睇其他啲啊，叫 NLP 啊，神经语言程式学，同埋上嚟想买本 Secret 嚟睇啦。啊 ，Secret 以前有出过啊，叫做啊唔知乜鬼嘢，心灵嘅力量啊，或者话系嗰啲咩啊，但系吸引力法则，吸引力法则，我啊想买本 Power 嚟睇啦。佢有個出最新版本，好似叫 Power 啊嘛，力量啊嘛。知唔知我哋做人最緊要係咩啊？力量啊！呢個係警察講嘅。啊，我曾經溜冰嗰陣時候，啊，同我幾個警察一齊溜冰，咁佢哋都係便衣嚟嘅，就同我講人生，又其中一個同我講啦，人生最緊要係有力量，知唔知啊？人生係最緊要有力量，佢同我講，咩聽聲啊，十假一真啊，原點震動啊？我問佢點樣學做人？啊，做人佢教我就教我聽聲，十假一真，原點震動。做人最緊要係有力量啊！嗰幾個便衣啊咁樣同我講啦，扮住便衣啊，好明顯啦，佢係一個便衣嚟嘅。呢段片拍攝到九分鐘啊！其實有時我好迷嗰啲宗教嗰啲嘢，我好信一樣嘢就係我想知道一啲嘢係咪上天給予我哋食物，上天俾機會我哋。上天安排我哋，我好想知道系咪咁样样。上天安排我哋嘅一切，好似基督神咁样讲。上天安排我哋嘅一切，呢个牧师讲嘅啫。神安排我哋嘅一切，但系冇讲照顾我哋嘅一切，或者给予我哋嘅一切。嗱，圣灵就唔同啦。圣灵照顾善良嘅人们同埋臭黑衣嘅，佢先圣灵给予善良嘅人们。一切嘅物品同照顧一切嘅所需，仲俾佢選擇嘅，仲俾佢有自由意志添。警察咧係冇自由意志嘅，佢永遠都係以最強姦嘅方式去對待任何佢可以接觸得到嘅事物，用任何方式去。警察係冇自由意志嘅，但係臭黑衣就有自由意志，佢可以選擇自己個未來、現在。咁样样噶，过去嘅守护就由得去圣灵去帮手守护自己嘅过去啦。啊，上天给予臭黑衣如一名一支奶茶，可以食用。臭黑衣如一名啦，接受上天嘅恩赐。我开始怀疑上天咧就系圣灵嚟嘅。因为得圣灵咧，先会照顾我臭黑衣如一名喺呢个世界度。啊，仲有香港警察都会睇住臭黑衣如一名。仲有长颈鹿公仔啊，长颈鹿公仔都会保护臭黑衣如一名啊，同臭黑衣啊。长颈鹿公仔加埋臭黑衣就系独角兽嚟。獨角獸係嗰只Gundam UC 嗰只獨角獸 Unicorn。我發覺我而家俾人困住喺呢間宿舍度啊，即係佢唔俾你住去旅行啊，住其他地方啊，其實日日都要你準時食藥啊，如果唔係就報警捉你入去醫院度困住你半年啊，或者幾年啊，或者捉你入監獄啊，我都要嗌 Unicorn。咁先啦 ，Unicorn。
咁偉大嘅獨角獸就會飛出嚟救走我，咁我就唔使再喺呢間宿舍度俾人侮辱我。佢哋每日就喺度侮辱我，呢度啲職員啊，警察每日就收咗我喺呢度，收監收咗喺呢度侮辱我。警察同呢度啲職員都好撚成功。警察话过几日过嚟带我去溜冰喎，我唔去溜冰啊，佢已经改咗啦，唔会再溜冰啊，乜都好就系溜冰，溜冰会精神病，精神病即系乞衣啊，食屎啊，监狱同精神病院啊，溜冰真系食屎死硬啊，溜冰死硬啊，阿妈凑喺嗰啲便衣啊，俾啲冰我溜，搞到我溜冰啲便衣。妖个老母，害鸠个精神病，害鸠个精神病犯。话个背景先。关羽啊，关羽有神通法力噶，关羽是警察的神嚟，个个警察都是关羽，个个都是恶霸嚟噶，警察个个都是恶霸嚟。梗系种姓制度啊，梗系种姓制度啊，我坐喺医院一名都是做警察的，都应该做警察啊。都是做警察，根據種姓制度來說，我查一名都是應該做警察的，都是警察來的，是香港警察，不過是香港警察，不過是香港警察。現在想9分多完結，9分50秒就黑衣的就入一个演黑衣的了。